工你就没有了吗？嗯，他这个他就问我要不要签一个的 before GST 啦，签一个 package， 嗯，两年六次，我们认我们是说，嗯，4000公里吗？嗯，那些车都包满了的，嗯，可是就是没有了，现在要都没有了，2000多块，平均如果六次，是啊，现在也是200多块的，可是还有加的 extra 的工什么什么，其实都有200多块 extra， 有 extra 200多块，是今天是498，然后他现在一条布扣什么没有做到，也许都没有给到你哦。就没有算钱，还有额外好像 check alignment 是 extra 的咯，也是要给钱的，70多块，其实都不用给啊，就是其实还有三四项是 extra， 还有问你要不要的，因为你想到你不要，你寄到外面也是要做，对，啊，是不是冲红灯这个女人，我没有关灯，哎呀，我靠，哎呦，我车在我们前面呢，我车会动的，我一扣扣，我兄弟，我车会动哎。啊，走，这个人没有看到那个摩托是吗？是摩托飞。